据报道，印度海军唯一一艘现役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近日发生火情，造成一名刚结婚不到一个月的年轻军官遇难。杰作对这次印度唯一航母失火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澄清自己坚决没有神秘的东方力量，随后杰作声称印度航母一直以来都有着火的传统，着火原因均由锅炉问题所引发，而此次浓烟滚滚，据报道显示也是蒸汽管道发生爆炸，第三层甲板起火烧毁两个舱室。关于印度航母为何要加速驶回港口，全然不顾风力会将火势越烧越大，杰作猜测可能是印度航母火势太大难以扑救，想得到岸基消防协助，或者担心失去动力被遗弃在海上。毕竟印度就这么一艘航母，前段时间新招标的航母方案又还未敲定细节，因此一直以来努力跻身于大国行列的印度是断然不会抛弃这艘升起浓烟滚滚的航母，即便维修需要花费天价资金。对于印度航母维修一事，张召忠举措表示，印度这下完了，航母的动力系统出问题就像人类的心脏病一样，是大事，还一时半会儿修不好。目前俄罗斯还有库兹涅佐夫号等待住院，推荐印度放下架子，将航母拖到大连造船厂，那里包治百病。